家好，先自我介绍来，你是什么名字？我是 Tony。啊，你呢？我是 Winnie。啊，你呢？瑞。哈，听不懂。Ray 哦，哇，今天三个发明家发明东西哦，我们看发明了什么？那我们先看 Tony 怎么讲来。这个是一台机器人。然后。机库。然后它是由人操控的。它前面有一个驾驶舱。打开，里面有一个人。我看一下人哦，有好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手上拿一个可以发射的枪。不要射我，这个可以射吗？真的啊。射瑞，射瑞，瑞在哪里？射瑞。不要射眼睛哦。啊，你射哪里？射墙壁。射那边，那个威力很强。真的吗？哦，真的有。好，捡起来。你帮我捡起来。好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然后它的是很多关节可以移动。哦，身体可以转动哈。好，那还有呢？大概这样吗？大概这样。好，背部来特写，转过来，转一下。好，海盗船在正面。好，那个人其实我没有办法很近哎，Tony再靠近，因为它会反光。你不要摸我的肩膀。哦，有一台了，看到人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现在换威力哦。好，威力，来，拿高高一点。这一台是太空梭。好。有离子发射器，遇到黑洞时可以推进。哇，好厉害哦。然后呢？这台太空梭全自动。会输完资料后，可达你想要的星系以及星球。我不想要。因为由地球前往星系时间较久，所以。里面还有启动冷冻装置，可以将人的年龄冻结。就这样而已。很棒啊！靠近一点，给他特写。瑞小朋友，你不用介绍，拿产品给我们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来先拿。啊，转一下他的身体。哦，里面那个驾驶舱有一个人哈。好啊，可以看背部吗？哇，你坐出来大概一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哈，也不用吗？不知道哈。好，再正面一下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请瑞拿给我们看就好了。瑞来，拿着拍特写就好了，因为你比较小，不是比较小，比较不会介绍正常。来，拿在手上好不好？我给他特写。说一下。哇，他很喜欢武器，然后里面好多枪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你有数过几支枪吗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。那是做那个纸飞机发射器的。好，你看一下哦，给他特写好不好？哇，很酷哦，好多枪台哦。那你手上是做什么？手上是有几支枪？那个是什么？拿高一点，靠近我的镜头。哇，那是什么？瑞，那是什么？枪吗？真的哦，好酷哦。好，是耶就好了。耶，好，好，谢谢三位科学家的解释，拜拜。